通常呢，乳腺癌术后的病人气血亏虚、肝肾不足，这种的患者的话，比方说他食欲差、精神不好、刀口愈合差，有的还会出现上肢水肿、局部切口愈合不好这样的一些情况。这种情况的话，采用中医中药的治疗，比方说用一些益气养血的方法，能够帮助患者的手术切口尽快的愈合，通过滋补肝肾的方法能够预防它的复发和转移，用健脾利益肾、健脾祛湿的方法能够帮助患者减轻他手术后的一些消化的恶心、呕吐、便秘等等的反应，而且用一些滋补肝肾、健脾益肾的方法，能够让乳腺癌的患者减轻他的一些术后的并发的症状，比方说自汗。失眠、纳差和呕吐，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不良反应，通过中医中药的治疗的话，患者能够得到尽快的一些康复。通过辩证用药的方法的话，乳腺癌患者能够尽快的得到术后的康复，对患者完成后续的放疗、化疗，包括一些中医中药治疗都是有帮助的。